这边的入口有。这样说，那我们就一出去了再必须了。流氓骚扰，我听过很多，我没关注。别人说现在和现在之间，详细说说。那年我那次因为那是一封，除了写了，结果我那个时候知道，我不论是哪个什么，我假设不管到底不理解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而且你挺怕鬼。我理解，以后再有这。那些年，当时我了解，你没有试过，我找过很多，我想过出家的，我也去过道，你我也看过机器人，也有人猜，所以我觉得，我猜，我又见这个小，后来我，而我上，所以我才这，本来想早，原来我是这样能保护，我是那种人。想不到这个，承认即使真的那个学怎么？那个学就是那个最重要怎么？承认，不用，别小看我的观察。理性，你这样文科也是要讲，不管是幻觉还是好吧。
我这边的石门自己打开了。难道是因为……这个是……这里有些新娘石像记录，有可能。这里的名字还没有写，有可能，可能是，说不定，不一定。我经手完这个，不行，他只需要一个。你这是？我想就这个。比驴？六转庙祭祀，thank you.
这里的名字还没有写完，有可能，会不会这个？可能是，说不定因为不一定，我经手过的信，我按这个名字，不行，他只需要一个地址。你这是什么？我想救谁救救，比驴还驴。应该成功了，我也是，我们还要逃出去。我到了，暗门打开了，我们里面见。果然没有那么容易啊。什么玩意？你想让我把他带过来？随我吧，放他走。真的是你吗？没事了。他的身世也真是可疑。什么？婉莹姐。你还没有见过郑家生，秀女，汪红娘的红线，不好，没有前退。出来吧，水神上。这女鬼被困在这，她的身世也虚奇。汪红娘的红线将我与幸福相牵，真的是你吗？虚奇，我的眼睛。
真的是张成任？张成徐琪只要改变来试着阻止我。还问我为什么？关我屁事！婉莹，你腿抽筋了，那可真是……我们走吧。好。这门怎么又关上了？不好，这门上的机关，纸人交给我。不是，大不了一起死。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是什么？这样说来，也有可能并不是鬼。哦，听说世界各地都发生过一些类似于曼德拉效应。另外，这小子……那我们不是更丢人了？我也只是猜测。
管他是鬼还是幻觉呢，当年你不辞而别的事，一顿饭就打发我了，那就多请几顿。那